你们知道夏天要去哪里度假吗？啊，夏天要去沙滩度假，对不对？嘿嘿，所以小卡莉今天带来了，噔噔噔，凯蒂猫沙滩积木玩具，嘿嘿，让我们一起去沙滩玩耍吧。嘿嘿，我们的沙滩就这样拼好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你们呀，都去哪里度假了？来告诉小卡莉吧。